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公主想会蔓草是她的剑高难打怪活动原神 5.1 活动攻略。新的打怪活动，这个属于是高难活动，第一关给的 buff 是草元素，想要打得舒服必带草元素角色，只是拿满原石的话打困境难度就可以了。这个活动不给试用，只能用自己的角色，所以也给不了什么通用配对了。考虑草元素的话，白送的克莱加芭芭拉有练度是足够拿满原石的，剩下两个位置带雷火角色打超绽放或者烈绽放就行。月梦这边没练那俩，就带自己常用的克黄激化队了。南归海局是四个龙，没啥难度。还得科瑟的奇恩诺贝恩的卡电诺卡拉斯，马达斯鲁迪奥卡电尼斯大贵。第二波是龙吸，小心吸能量的波就行。单车一诺南尼奥，辛苦哟，有诺米达哟，去里斯克塞。最后是三个空壳，别带盾就是白板怪。你是不是那色？